现在这个大会报告哦，我们要讲那个来异乡的那个亲家带过来的那个聘礼啦，那个礼这个叫。这个先讲那个亲，那个来意的亲家，今天杀了13头猪哈，给我们海端乡哦，谢谢他们哦，13头哦。然后接下来是五乡的那个短米五乡，还有啤酒五乡的啤酒，宝丽达有2箱，槟榔有1篮，一大篮。还有饮料有2种，各1箱1箱哦。小米酒，我们原住民不能没有的小米酒哦。4箱有4箱。9席6桌。然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面所摆出来的桌席有9桌。有点的是聘金，有点什么？聘金20。然后聘金没有奖金额。然后爸妈哦。辛辛苦苦把这个世珍哦养到这么大，然后嫁出去了。我们要的就是聘金，耶！没有错吧？没有错，我们要的是聘金哦。归爸爸了，要差100那个。归爸了，200万。两爸爸了，哇，2爸爸，因为100万嘛，台湾族100万，嫁到台湾族变20万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们祝。幸福哦！